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很幸运，因为我们看到了海龟。对，而且我们看到海龟并不是正在游，而是它就是停顿在就是海底的珊瑚礁上面。不过我觉得章鱼温泉真的很特别。嗯，据说全世界好像唯二，是不是？对，只剩下意大利跟台湾的绿岛。哇，很漂亮。那种苦味其实是一个会回甘的味道，其实是大人才会了解的味道。是是是是是。